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阿丽安尼讲，是咧甲俊贤食醋啊？而且，咱是翁仔某呢，啊，财产登记我的名，也是你的名，有啥物差别？我毋是计较这啦，啊，多讲一句啦，若要分财产给俊贤了，我绝对无同意。好啦，这个道理讲袂通，我换一个方式来甲你讲。你讲俊贤是外人，哪会认你呢？认真讲起来，认你嘛是一个外人，敢毋是？啊，等咱两个拢百岁年老了后。不是同款，爱把所有财产拢放给伊。这无同款哦。玲玲虽然是咱领养的，按过咱会从伊细汉照顾伊到大汉，伊嘛会把咱当作是亲生爸母的同款，伊会把咱友好，这点嘛我袂烦恼。你讲的无唔对，玲玲甲咱有亲情，按过俊贤嘛同款甲我有亲情啊，阮嘛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的，这点你敢无想到？这无同啦，咱甲玲玲是同一家人。啊，俊贤呢，已经伫外口成家立业啊。好啦，啊，既然你这样想要哦，把财产分出去，无归去，先报给玲玲。安尼我绝对无意见，阁也双手赞成。玲玲还阁细汉，啊，报给伊，毋是拢咱咧管理，啊，这有报无报，是拢同款的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莫阁讲我坐坐。你不是我，唔知我的感受。而且我是小提起一下，啊，唔是讲即马就马上要去做啊。搁再讲，俊贤嘛无一定会答应的。玲玲姐啊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你先去上班，等一下过来去看全家福的照片，你莫忘记哦。好，我知。天下企业的财产都是我的，除了玲玲以外，谁拢卖想想摕到半角钱。江小姐，你的宣传照，阮会先甲你处理好，才袂耽误到你宣传的档期。啊，谢谢哈，麻烦你啊。没有，这应该。助理，天下企业当初对我全家福照片已经冲出来，你要看一下无？好，你看一下就好。咱请教问吼，诶，天下企业是毋是杨家的天下企业？是啦，江小姐敢有识识？我识识啦，是讲我伫遐咧报纸看到你的消息，啊，歹势我毋知有方便，你姓名先做我看一下，识无？会用的啊。啊，你会使看一下袂要紧。好，谢谢。好像，伊毋是无生囝吗？听讲伊是未必供养用的啦，生了真古锥吼。好嫁人就是好嫁人啦，连养用囡仔哦，都去美国找。啊，这个囡仔嘛是条够好命的，会当有好嫁人做查某囝哦，一世人食穿都拢免烦恼啊啦。文娟姐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主任，我们还在赶通告，所以宣传照的事情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沈江。小布，你家先整理一下。早上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请问我的全家福相片好啊未？好啊。
所长诶，好啊。好。我即马等你检查。嗯。拢伫咧遮。好好。所长，请坐。好。嗯。迄个袂歹哦。是啦，所长诶，你若较早来就好啊啦。即马当穿诶迄个红瓜青，甘文官小姐，伊拄仔才走无偌久呢。甘文官拄则有来遮。是啦，才拄走无偌久尔，伊有摕恁诶全家福起来看哦。啊！伊看到阮诶全家福，敢有讲啥？就问讲，啊，恁敢毋是无囡仔？相片内底哪有一个囡仔？你安怎甲讲？歹势啦，所长诶。我有听讲恁的囡仔是领养的，感谢。文官看到相片，敢要认出来相片内边的囡仔，就是婷婷。啊，所长诶，你看了安那？有倒几张相片你上满意的？哦，拢翕得袂歹啦。啊对，啊我临时有要紧的代志，还赶紧处理。啊，小等下，阮太太来，相片就给伊寄，就讲我拢看过啊，真满意吼。无问题。天公伯是真聪明人，可能今年干菜来去两集。该完全无悔的囡仔，我该生落来查某囝婷婷，即马煞下落不平。都不接电话。嗯，是一个无聊的电话，会不会随便讲？亲生查某囝，只是婷婷，你今麦到底在倒位？妈妈做甚物？妈妈做甚物？心肝。
永丹，你好。阮先生呢？应该拄啊较早到，那无看到伊个人。曹总会拄则来过啊啦，伊讲有代志赶紧要去处理，先走啊。伊讲相片你见就好啊，伊拢看过啊，无啥物意见。好啦，我见就好。好，永丹，请。哎，玲玲，我们来看相片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玲玲，你来看，看你耶，啊，好可爱呀！哦，来，看看，放这边。关键到底是在创啥？敢会是因为静静的代志，还搁咧无欢喜？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好了好了，妈妈看哦，妈妈看，乖乖乖，好，妈妈看。平君姐，你是怎么了？刚拍宣传照之前呢，还看你有说有笑的，现在怎么觉得好像有心事？没有啦，因为最近可能活动比较多，有点累了。那你要多注意身体哦，后面活动越来越多哦。那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，要不要先送你回家休息？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走一走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文君姐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明天记得带康拉来啊。好好，文君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我拄只哦，去捡相片啊。啊，内边的工作人员讲，你打扫。啊，卡仔啊，探听到你来这办活动，无着拄袂着你啊。你这样着急找我要创啥物？我听讲，你嘛有看到阮翕的相片哦。你俩用迄个十分钟，是真够值。看文官的反应。应该认不出来，那个囡仔就是婷婷。是我。小庄，你跟太太关系，那你也应该有人要来请。哦。啊，就先去做个检查啊，无法度生。叶文真正创地，我囡仔泡无起，你跟恁太太未死。去不把人囡仔来饲，宽你，我有一个代志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那囡仔虽然不是恁生，啊，不过你竟然共抱转来，你该共惜共疼。囡仔对一个爸母来讲，拢是伊心肝头的一块肉。我相信爸母要送予恁饲，一定有因不得已的苦衷。我知啦，我甲心怡拢会真疼伊，会甲当作是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共款。不管，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即马使用婷婷的人，嘛会甲阮共款，真疼惜婷婷的。我来做。不管。你莫靠我。你想怎？跟你无关，袂用的啦！你若无讲我清楚，我哪有可能让你走？你到底是想着啥啊？那汹涌流目屎！你若要讲，我就讲给你听。正阳，你讲你有爱无？你讲你要照顾我一世人，是不是为着我？要照顾阮阿兄，这下我听到实在真感动。啊，不过，
过，我听到你喜欢别人的囡仔的时阵，我实在都想到忘记。当初我不得了你囡仔的时阵，你叫我把囡仔提掉，你搁怎嘛？你跟你太太袂信，煞欺负别人囡仔来饲。我实在感觉足悲哀，现在我囡仔就这么无价值，你会知为着恁太太，肯定要把恁囡仔来饲，恁囡仔就是囡仔，我囡仔就不是囡仔是。不管，卡出时间来当恋爱，我一定袂叫你把囡仔停掉，我一定跟你做伙，把咱的囡仔好好饲养大。袂好啊！一切拢袂好啊！你莫安尼好，时间拢已经过啊，我就是想要反悔嘛，袂好啊！我会去领养别人的囡仔，迄是因为生伊袂生，伊想要领养。啊，咱的囡仔，我确实无去啊。当初你叫我把囡仔提掉，我无照你的意思，我甘愿甲死落来。你的囡仔，就是即摆已经无去的婷婷，伊就是咱的查某囝。是假是？这个秘密我一定会心瞒底，我无想要跟你讲。啊，不过我今日已经忍不住啊！我看你抱别人囡仔，抱到这么欢喜，这么幸福，我爱婷婷。你这么是死啊死，我都不知影。死啊！天公伯要对我这么不公平，对婷婷这么不公平。不管，来干嘛？歹势，我真正唔知还发生这款代志。我即马知影，我嘛知影你为着这个代志一定吃真侪苦。我知影，我即马搁较安怎讲，嘛无法度弥补对你的亏欠，甲补偿。啊！不过我即马坦白甲你讲，自从你甲我讲婷婷无去了，我心肝就亲像互刀割着共款。哦，我本来就是讲，迄是因为我看到你遐尼伤心、遐尼艰苦、遐尼着急，所以我心肝真唔甘。后来我才知影，这就是爸仔甲连心的感觉。原来早就有一条线，甲我甲婷婷牵做伙。后来生伊未生，生了囡仔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就一直坚持，一定爱领养查某。可怜我想讲，卡苏奶奶借这个机会，会当领养婷婷，唔知偌好。我你嘛知影，这种机会根本就无可能。后来，阮为美国家己忍无忍耐，我一看到伊，我就甲家己讲，一定要好好疼惜这个囡仔，因为阮虽然无法度领养到婷婷，啊，不过我嘛希望，甲婷婷抱起家庭。就阮共款，甲婷婷当作是家己亲生的。不管，之前我有答应，一定要甲婷婷找着。迄个时阵是我对你的承诺。
啊，不过我即马开始，这已经变成是我做爸爸的责任。我用在你的面头前就抓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把咱的查某囝找到，让咱一家靠我团圆，让恁母仔囝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今嘛到底怕什么安怎啊？阿仔，伊迄感觉讲过了哦，伊一句话也唔讲结点点咧，哪会知影讲心肝内到底在想啥啦？哎呦，啊，不过今嘛一天拖过一天，家伙巴肚会愈来愈大呢。爸，我先来做。来来，小蛋小蛋小蛋，来你坐，我有代志要问。坐。啊，这两天你是伫安怎？面有面甲，唔讲话，亲像拄只伫咧食饭啦。哎呀，安尼头咧咧，你心肝内伫咧想啥？我知哦，唔是讲我互你压力哈，这件代志袂用你拖啦。大兄，啊你唔讲话，我是要安怎对你到处理啦？我的代志哦，恁拢是莫管啦，我家己想办法处理啦。啊，你是有啥办法？伊哪有啥物办法啦？啊，伊即马干那拖尔，对唔？啊！都拖到家，阮巴肚大起来，囡仔甲生落来，柴米煮食饭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啦，对唔对？有我安尼讲对无？你讲啊！大兄，你若安尼做，对这个家庭影响有偌大，你知无？先莫讲大嫂，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伊是啥物反应？啊，是毋是会当接受？就讲以后你要应付两个家庭，你就应付袂起。啊，大嫂真欠卡啊！啊，家阮虽然看起来真温顺。也毋过，伊个性嘛真烈，啊若无，嘛袂几下摆甲大嫂去下动手啊。啊，即马就已经安尼，以后是要安怎哈？啊，你干呐看爸就好啊。啊，两爿母安尼才会辛苦着。啊，你看，不管伊安怎做，厝内面同款是安尼吵吵闹闹。啊，你嘛伫即间厝大汉的，感觉你拢无感受着。而且你即马拄到的是大嫂要加分的，你以后的情形一定会比爸佫较严重。啊，这都甲我少年的时阵同款啦。啊，总是感觉吼，啊，这查甫囝有这个尴尬，啊，代志若当着啊，都爱打起来啊。啊，你唔只是有这个查甫囝的气概，也唔过我平常心啦，啊，即马来吼。我感觉后悔啊啦，对无？遐尼侪年来，啊，我对不起恁妈妈啦，对不起恁阿姨啊，还佫对不起恁只囝儿是谁啊？爸，我实在无法度甲加分哦，放你无管。哎呦，你若真正伫遐爱加分哦，你都袂用遐尼占条条，应该甲放开嘛，对？都若参照恁阿姨共款啊，我敢无伫遐爱伊？都是因为我爱伊，啊，故意巴肚内有建皇帝啊！吼，我是安尼无顾一切，想尽办法都要甲带入门，啊，结果呢，害恁阿姨咧委屈踮伫我的身躯边，伫咧做细姨，啊，这无也阁不要紧哦，伊阁安尼，互人讲当地卡话呢，啊，阁建皇呢，啊，伫别人的面头前，啊，敢有法度仰头起来做人？我问你啊，这到底是我伫咧爱伊，也是伫咧害伊？你讲无？你讲这我拢知影啦，我即摆无法度做决定，嘛是咧考虑遮个啊。我若真正甲加分当，当个毋若是我甲伊感情呢，啊，搁会巴肚内个囡仔，
那是我的亲骨肉呢。你若真正让高芬把囡仔生落来，你以后是要安怎面对大嫂啦？我跟你讲，这时代不同啦。你一边会当圆满，另外一边都伫遗憾嘛，对？啊，你即卖处境跟我以前无同呢，继续歹处理的啊。我即卖嘛是伫想讲，迄个代志要安怎解决啊？好啊，我甲你提醒一摆啊，吼！这件代志你若家己有法度处理，我就无话讲。你若正经无材料处理的时阵哦，到时你是会不甲双平哦，落得得罪呢，双头无一拗啊，回军啊伫咧万里，家分啊伫咧分离，下不甲一个家庭拢去散体呢。啊，你要安怎？你甲我讲，啊？来钱啦！妈嘞，妈去拜拜啊！爱钱妈什么代志？妹妹发烧啊啦！是啊，妹妹发烧，啊，拄只我奈无发现啦。你最近哦，拢咧狂心狂心，唔知咧想啥？你们奈知妹妹发烧啦？爸，平常时啊，拢是妈咧带妹妹，啊，拄只我甲妹妹穿衣哦，你拢透露出来呢。也都对啊，耶，妹妹吼，也烧烧甲咧，啊，你赶紧陪去医生。我陪你去，好。啊，怎啊？啊，你为陪去就好啦。啊，你去赛车载因去啊，哈？哦。哎，连一个查某囝发烧都处理袂好势啊，到时是要安怎应付两个家庭啦？见面阁无消无息，伊到底是考虑了安怎？假使见面若是惊着，还是予伊厝内的人阻止，后摆拢无要阁来啊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若安尼，我巴肚内的囡仔，敢应该阁留落来？为甚物白白拢是查某人？伊甲回军生的囡仔，等于得到遐尔啊济人的爱。我甲伊有囡仔，就无人期待，甚至失恋是毋是要洗落来，都要遐尔啊济人来做决定。感觉这就是第三者的悲哀。是安怎啊？轻微肠胃炎啊，小注射下就无问题啊。啥？爱去注射哦？是啊。李司令，你准备者。是。医生啊，啊，干嘛要卖注射啊？我妹妹哦，还佫足细汉的呢，啊，一个下咧住咧哦，伊会足疼的呢。就是因为细汉吼，较歹饲药啊，爱用注射吼，较紧好啦。哦，麻烦你把伊三通掉。哦，来，妹妹来。妹妹注射也毋是注着你啊，你在艰苦啥？啊，较早你注射注甲遐尼济，也无疼你的爱啊。你
插头哦。妹妹是我身躯边搭来一块肉嘞，伊在疼哦，我是我咪较疼。好啦好啦，莫哭哦，好，乖乖乖。是啊，大兄，侬袂晓体会一个做妈妈的心情嘞。你了准生一个囡仔这么简单啊？你家一个囡仔才往大汉，这是大学问。好啦，莫哭啦，好乖啊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咱是出来啦，来叫叫医生哦，看后一个患者。医生啊，多谢啦。多谢啊。我要赶紧做饭。建平，我想哦，我今仔日还是在厝里讲妹妹好啊，妈去拜拜哦，厝里剩爸一个人讲妹妹，我袂放心的啦。好啦，安尼哦，我赶紧来巡店啦。你甲林辉哦，坐客人车转去哈。哎，等下，我甲你讲哦，今麦年要到啊吼，信义路迄间加盟店哦，难怪你急批评哦，讲汇款要用，你是袂用好用的。我知影啦。哎，还佫有啦，导游无啊啦，你会记叫哦。啊，顶个月吼，伊有话要起价，你我哪卖好起哦？我知影啦，这你根本就无需要交代，你无伫个，我敢敢家己做主？那唔敢啊！你哦，常常拢趁我无伫个啦，啊，人啊，你少甲你拜托一下哦，你要当心看答应人。那不是我哦，啊，常常替你打档啊，啊你哦，甲你顶较调的，咱即摆生意哦，有通做啊大？嘿，你个？啊，大嫂。大兄哥安怎讲，伊嘛是头家啊。有时阵哦，你得要加一寡代志，放伊家己去处理啦。这要哪会用的啦？讲正经就好啦。我叫伊哦去处理加盟店的代志，结果哦，看人可怜啦，答应讲哦，迄加盟金哦分期付款。啊，搁有啦，就是哦，因为当真加分啦，去加分太少啦，啊，唔知哦恰恰过期啦，啊，害咱这间厝哦，为了迄个查某转代志了。过去的代志，搁念了遐济，加分早就已经走啦，搁个人创啥？安怎？你唔敢？哎，这，哎好啊，恁两个莫搁为着种代志冤家好不？大兄，你嘛少体谅大嫂一下，伊要顾生理，搁爱顾囡仔嘞，大工袂输个甘露同款，胖袂煞啦。上甘心的哦，就是替你生一个这尔啊古锥的妹妹啊。就是讲嘛。我金塔头的担哦，是千斤万担呢。是啊，大兄，你做代志哦，就较认真个啊，莫搁予大嫂替你烦恼哦。我知影啦，你先甲伊转去啦，我来走哦。哎，建明啊，摊内底哦有两张支票，到起来你会记摕拢嘞。嘿，哦，讲要做去，我要插我。哎呦，大兄伊知影啦。你大兄哦，有当时敢若囡仔。无安尼哦，有人地边啊，甲惊嘞哦，实在哦，互人袂放心的啦。大嫂，我拢知影，伊足辛苦的啊。啊，不过你莫大概用到大兄安尼念东念西，念久就无效啊，而且啊，佫影响到你阿妈的感情。无念敢会用的？我嘛不爱念嘞，你加念哦，加个人怨。我知影你的烦恼，要不过你嘛较温柔的啊。我知影啦，大兄有时阵哦是较粗线条。啊，不过伊也是真爱你，也真顾妹妹啊。对伊讲话的时阵哦，就爱较好嘴啊，啊对伊较温柔的，安尼对你阿妈无感情才好。恁足奇怪呢，啊最近是安怎这么关心我建明的感情啊？无啦，阮是无爱定看到你甲大兄咧冤家啊。行，咱来等。好。妹妹，乖吼，啊够有听袂？妈妈吼，给你新围，我给你堵起来，哈，痛痛哈。都那参照恁阿姨同款啊，我敢无得爱伊，都是因为我爱伊，啊，故意巴肚内有见红滴啊，好，我也是安尼无顾一切，想尽办法都要甲带入门，啊，结果呢？害恁阿姨咧委屈，踮伫我身躯边，伫咧做细姨，啊，这尾也阁不要紧哦。伊阁安尼，互人讲长短脚话呢，啊，阁见红呢，啊，伫别人个面头前，啊，敢有法度仰头起来做啦？我问你啊，这到底是我伫咧爱伊，也是伫咧爱你个？是安怎爸唔相信我，还照顾两个查某人，两个家庭，为阮做我的太太，真是做甲真艰难。爸妈无谅解，
回军哪做哪怨叹，家军嘛是满百委屈，我做人哪会这么失败？回家来啊！我看到是要怎？你放心啦，伊那日头前无闲啦，我是看到你车里牌才对你牌啊。你是安那拢无爱甲联络？无闲啊。啊，不过你拢无甲我讲，我倒来囡仔到底是要安怎处理？无消无息，伫厝也等无你的电话，啊，敲电话给你，毋是无人接，就是敲袂通。我唔是甲你讲卖着急，才处理人收济啊，咱换一个所在啦，啊！不是一两句话吼，就讲会清楚的啦。啊，拄只路的车很多，一日无注意吼，就发生意外啦。我甲我爸倒来的囡仔，这是你人生上大意外吧？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敢不是？看到我外孙仔，看到鬼共款，赶紧要带我走。你若是这样惊麻烦，迄天就应该答应我，甲囡仔提掉。我无来找你吼，一方面是因为吼，店面是无闲啊；一方面我嘛希望代志会当想清楚，才来找你参详啊。那呢，你敢敢想清楚？妹妹破病啦，透早吼就来夜练，啊，带我去给医生看哦，讲伊得肠胃炎，我一时无汉济时间哦，想你害代志啊。妹妹破病。你着烦恼甲啥物事？我巴肚内个囡仔，你着免关心。伊是生是死，拢要靠你去做爸爸的态度呢。哎呀，爱我讲几遍啊！我无讲无爱提这个囡仔。妹妹破病，我当然烦恼啊。你巴肚内个囡仔，我嘛有在想啊。啊，不过，莫这样着急嘛。这拢是借口，你一直在拖，就表示你心肝内到底有毒。你爱说服慧君，爱说服恁爸爸妈妈，所以你伫惊，对无？既然若是做决定遐尔困难，那来你唔免考虑啊！我替你做决定，我即马落去甲囡仔提掉，我做会个，我一个人来担。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我替你解决问题啊！做你皮革面外口的查某人，就注定敢若会当安慰你的心情。代替慧君执意无做到的责任，其他我拢无应该相处。我知影啦，你加给我一点时间嘛。我嘛无想要逼你，不过囡仔在我巴肚内，伊一天一天的大汉，我嘛想要加给你一段时间，不过囡仔伊袂晓等啊。我知影啦，坐啦坐啦，放心啦。袂拖到迄个时阵啦，哈！你想讲，我真正感觉囡仔摕掉，囡仔伫我巴肚内，就亲像妹妹伫慧君的巴肚内共款。我是真正想查某人，我嘛真期待会当做一个好妈妈。现在妹妹拢是你的囡仔，慧君会用生，我就袂用生。就因为我甲你看我熟识，就因为我是无名无分的第三者，还唔阁见面，这是咱两个人的情骨了。先说你爱妹妹，你就袂当爱咱的囡仔。哎呀，我哪有可能无爱家己的囡仔啦？
那是因为我想讲，不管我安怎做，拢无法度做到圆满，唔才会一直无做决定啊。喂。 有啦有啦，放心啦，你交代大姐哦，我拢会处理啦。安尼哦，我真乖吼，莫袂记吼，去食药啊吼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暗时哦，我会较早转去啦，哈。是的啦。 在厝哦，照顾妹妹啊，啊，踮诶，阁有足侪代志要处理诶。我看囡仔代志，咱人工照顾惨重啦。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。